哥晚安，没事，三一差不多啊。南江零18，走，先到了呀。我是公馆联合党的2012年10月11号瑞方瑞荣站9:16首发就是4314。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南回香港受领了，要3月12日，3000。3018平安豆人绿色的蓝星的那家，他说晚安，正在那不回房高层，下礼拜啊，人很热闹，下个月他在哪？还是在台中？啊，我给你看花东的蒸汽火车嘞，你有没有感动？我抢到了，你有没有傻眼？知道超级感动，差点我以为买不到，你知道吗？26，那种你就会买吗？蒸汽火车加缆车，你知道有个坏处吗？你的脸都是玻璃，然后那个玻璃屁股都会，就这个走。6:17十六行。好，哥哥晚安，拜拜。26次出零方，那就没像黄脸了。两三天买新装备了，你讲。哎，出门。24，好了，拍完这条就要赶回家，因为怕又等下手大雨。9:18，10月11号。晚安，下一半再麻烦你。拜拜。是秋子，对。花莲26。那你会心动吗？看到那个跳，妈妈去水帘洞。水帘洞。对啊，超级。那你跟李田认识吗？认识啊。啊？李田，他不是他就瑞芳出去的、啊。对啊。哎，他跑车了。啊？怎么都没有人跟我讲这一号人？19:19，10月11号。26:4。他没出门。恭喜你，第一周结束。还好，再撑一个晚上。明天呢？啊？明天就结束了。啊，对。哎，我回来了。啊？我觉得明天没发生事情会怪怪的。OK。明天如果没有发生事情会怪怪的。他、啊、每一年都是保安哥，就是那个出事周啊。你忘记？往年都这样。鸭嘴。他说太可怕了。董事游戏，他说：“哎，新人事已经，然后逆来顺受。”大哥晚安。10月11号19:20，再见，拜拜。26。